市区重建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月新私宅销量上升到四个月的新高，共卖出了391个单位，比12月的170个单位增加许多。不过一月份销量同比下跌42.8%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，发展商这个月推出410个住宅单位，共卖出了391个单位。中央区以外的私宅卖出最多，共185个单位。核心中央区和其他中央区则卖出了158个和48个私宅单位。如果包括执行共管公寓，一月的销售环比减少13.7%，售出550个单位。